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一起做一个杯子留声机。对，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留声机呢？是因为前两天在给 Oracle 讲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关于爱迪生的留声机的故事。我们就讲着讲着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挺好玩的，看着这个构造也不难，就感觉好像能做出来。结果我就去网上查了查，我发现还真有卖的，就是这个杯子留声机，它好像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上面的材料还原当时爱迪生最早第一次发明的那个留声机的样子，当然没有那个精致啊，最后工业生产以后他们是用那个蜡吧，用蜡来做留声材料的，但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纸杯子，当然这个到货之后我一直没有拆，所以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那我们现在拆箱吧。好。Let's go。 嘿，噔噔噔噔，哎，拆开了，看看里面都是什么。一个木板做成的这个模具，然后一个说明书，这个是什么？哦，两个很长的螺丝，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大螺母。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好像是个电动马达，我猜的，看一下，电源，还有，又是一块板子，焊接剂，哦，有皮筋儿、电线和马达，上面还有一个开关，然后这个是马达。我们看一下，还有一堆小零件，哎，不行，算了，还有一堆小零件，然后这个是什么？哦，带一颗针的这个杯子，这是什么？一摞塑料杯是吧？哦，还有两块板子，我们看看一会儿怎么组装吧。好，先看说明书，来，我好复杂呀，一共都多少步？我们看，从第一步到26步，你觉得我们今天能做出来吗？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了，东西我们都拆好了，现在第一步是什么呀？将所有木质拆下来，清点后拼装，1到4号拼装底座。注意插口要插到最底。进去了，好了，然后我们试验一下啊。这边有电池是吧？哎 ，OK， 成功了，我们的马达开始转喽。怎么开始的？你这个，对啊，你这电源接到开关，开关又接到马达呀。往右掰。上了，左右都能掰。对。快看，我们的马达。哦。你好，对，还不能说。能转了吗？看一下。哦耶，马达开始转喽。这左右为什么都能转？因为它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们下一步。电池放哪？电池先收起来。然后下一步是什么？这个顶进去哦。要不要把这个杯用这个杯子顶？不行，那个杯子很，那个杯子千万不要碰，这是最重要的原材料，就这六个杯子，这是用来刻你声音用的，最后才用得到。啊，好难摁，这个是十个杯子，那是。啊？十个杯子。嗯，它要与这块板齐平。
但是我按不进去呀。这个是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来。它还是要用尺子。你用尺子量一下吧。反过来量的，对，量到哪儿？哎，正合适嘛？不对，它是比前沿的。到这儿，好了，翻页，我们第一页完成了。哎，要安装塑料杯了。等会儿。一个塑料。是哪个杯子？透明的吗？这杯子还有孔黑。对的，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把声音录在上面，一会儿我们的声音就录在这个杯子上，所以它的旁边千万不要碰，就尽量不要动这个旁边的地方。嗯哼，扣上了吗？扣上，然后要用一个这个。嗯哼，你看对不对？我们的杯子装上了。我想试试现在能发出声音了。现在肯定不行啊，我们全装完。我们现在还差最后一步，就把这两个螺丝拧到这个配重的这个口上去。来吧。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用来配重的螺母，最后我们看一下怎么用。拧好了吗？嗯，我们试一下。哎，刚刚好，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试一试吧，它怎么用。现在我们验证一下啊，看看，往右边掰，就是往右走。这个好像有点松，我们试验一下啊，往这边掰就是往这边走，对吗？往反向掰呢，就是往左边走，对吗？好，我们现在推到头 ，OK。现在看一下怎么用啊，录音的时候要拧上两个配重螺母，把这两个拧上去，然后就可以录音了。好，这两个螺母拧上去了，然后配重配好了，怎么录音呢？哦，把这个针是要拿下来的吧？把这个针拿下来，然后把它扣上去，好了。然后干什么？拨动开关，将塑料杯推到底部，就是这个位置。嘴巴靠近这个里面，大声的说。你一会儿就拉这个开关，大声的说话。比如说，说我制造了一个留声机，要大声啊，就是那种。准备好了，我给你演示一遍。我制造了一个留声机，这样大声说好吗？你试一下，你先不要，你先。我制作了一个留声机。哎，对，没错，就是这样。试一试啊，这样我拨开关，你等一下，等一，就是稍等它转起来，然后就开始说，好吗？三二一，开始。录进去了吗？我们试一试。好了，我们现在试一试吧。
再播一遍啊。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我们失败了。好像失败嘞，是什么原因呀？我好像听点声刚刚。是吗？我再录一遍好吗？嗯。地瓜寂寞寂寞寂寞。我制作了一个留声机。亲你亲你。这个是很重要的。嗯。我听见了。我们回放一下，来，我听到回声了，我真的听到回声了。那我们今天的实验就到这儿吧，你觉得我们今天的实验成功了吗？成功了，至少有一次成功了。嗯，那你喜欢今天的实验吗？喜欢。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啦，跟大家说再见，拜拜，拜拜，结束。